你相信命运吗？你是相信命运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还是相信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终点？别丢下我！这猎手太可怕了！别过来！糟了，前面是绝崖，没路能逃了，快躲起来！别发现我，千万不要跟来，千万不要跟！这就是鬼心吗？这新手试炼也太难了吧！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只要在鬼心上存活五分钟，就能自动完成转职。但正常人在这儿，怕是一分钟都很难活下去吧？我叫江凯，现在正在这颗名为鬼心的星球上接受新手试炼。鬼心是50年前。忽然出现在地球外的巨大星体。不过鬼星的出现并没有引发什么引力灾难让地球偏离轨道。但地球上的动植物却在鬼星出现后突然异化成了后来被称为兽神的怪物，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前方出现兽神，不要惊慌，躲避攻击。不行了，我们的炮弹根本没有作用。救命啊！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的，他们的出现直接把人类逼至存亡绝境。但在这绝望期间，幸存的人类竟然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传送阵。人类只要通过传送阵，就能以数字形态传送至鬼星。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这里是……天哪！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在这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每个人都拥有了数值、装备、技能，像游戏角色一样升级，获得强大属性，甚至还发现，要是在鬼星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就能把这股超现实的力量带回地球使用。届时现实世界的人们将变得和在鬼星上一样强大，甚至能以肉身对抗兽神。总之目前的人类若想破除绝境活下去，就必须从鬼星上获得力量。不要不要！而这些前仆后继前往鬼星的人们被统称为探险者。不好，这里的幸存者就剩下我了，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逃了。当我倾家荡产来这鬼星，就是来送死的吗？二哥，想去鬼星就去吧，我和大哥会努力为你凑齐费用的。你在这里要好好干呢，我可不会亏待你的。妹妹为了赚取我来鬼星的费用，年纪轻轻就受尽了苦楚，而大哥明明患上了肾衰竭，还在努力工作，若在2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用便毁。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还只能白白浪费家人的积蓄，在这懦弱的等死吗？不，我已经快撑过5分钟了，与其在这坐以待毙，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去赌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让我完成转职吧。检测到您在鬼星存活5分钟，任务完成。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恭喜您触发了1/100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限您成功完成转职，
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什么情况？为什么坠崖后不但没受伤，之前的伤还全好了？等等，君临起始转职成功，刷新了基础属性，相当于满血复活了。你就是与鬼心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可以这么说。恭喜您转职成功，下面我将给您介绍赌徒的职业天赋。天赋加倍，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并有1%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超级加倍触发时，奖惩将翻至10倍。听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了加倍天赋，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二天赋。什么？别人转之后只有一个天赋，我能有2个吗？是的，这是您的第二天赋效果，天赋超级暴击。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您的初始暴击几率为0.1%。下面为您展示当前属性。我的4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36点。正常人转之后总属性一般在20点左右，我怎么高达36？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之后奖励的属性点都翻倍哦。属性点也能翻吗？要这样的话，以后在鬼星上升级，正常人升一级加10点属性，而我翻倍加20，那我升一级不就相当于别人升2级？而且我还有第二天赋超级暴击，正常人的暴击是2倍伤害左右，但我可是200倍。虽然目前的暴击率只有1/1000，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那我以后的伤害会非常恐怖啊。太好了，这是刚才人脸兽用的武器吗？之前我还只想着尽快转职，来鬼星为大哥赚到手术费，因为在鬼星上就算职业再弱也比在地球上赚得多一些，但没想到我竟意外触发了额外的转职判定，成为了隐藏的强力职业赌徒。这么看来，或许我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生活。您已顺利完成转职，请在7天内尽快完成平安抵达圣药城的新手任务。不过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在7天内抵达试炼区的终点圣药城。熟悉的叫声，难道是？我的妈呀！救命啊！都别靠近我，我嘴怕蛇了。居然真是柱子，他被陆行蛇包围了。这蛇有剧毒，被咬一口人脸兽都会毙命，而且那有3条。柱子别怕，我来了。凯，你怎么在这儿？凯，你别管我，快走。这些蛇属性很高，而且有剧毒，我们一起的人是打不过的。别怕！什么？凯，你能杀了一些蛇？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绕到蛇的后方攻击，果然有效。不过现在是换我被盯上了。完了呀，凯，这些蛇敏捷很高的。是吗？居然这都能躲过！转之后我属性翻倍，一级敏捷堪比2级，果然这些一级陆行蛇的敏捷都不如我。那么柱子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行，这我就是吸引下注意，真被砍全杀了呀。我明明是攻击力低的敏捷职业，
居然有能秒杀一级怪的伤害。看来这随便从人脸兽手里捡来的钢刺，碰巧是新手区里能增加攻击力的好装备，太幸运了。哇，传说新手只有被怪物杀的份，哪有新人杀怪啊？凯，你怎么做到的？我是运气好，转职成隐藏职业赌徒了。你不能告诉别人啊。哦，赌徒？虽然不懂是什么玩意儿，但我的职业也不赖。武徒，怪不得你能在三条蛇的围攻下扛这么久，这可是咱们圣耀国排名前五的职业啊。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无人知晓，但所有探险者进入鬼星后经历的第一件事便是转职，而转职成什么职业正常是根据你在登陆鬼星前买好的转职材料决定。一般有钱人都是花几千万购买强力转职材料，这样来到鬼星就能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而穷人只能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便宜的转职材料只会带来战力极弱的职业，甚至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废物职业。不过一个武徒转职材料要5000万，柱子，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借高利贷了吧？嘿嘿，哪有，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真的？那赶紧把这些蛇的尸体收了，据说尸体也能卖钱呢。在鬼星，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我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而鬼星上尸体装备之类的物品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以供收取贩卖。获得物品鹿行蛇的尸体。而且经过刚才一战来看，赌徒这职业似乎比武徒都强很多。嗯，那个，你们好。我谁？我叫苏暖暖，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请问我能和你们组队吗？啊，是别的探险者啊。抱歉，我们自身都难保，再带上你怕是……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职业是医生，我可以治疗你们。哦，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求你们别丢下我。能耐能毒，好帅。医生吗？这也是十大高级职业之一，而且新手试炼似乎很需要治疗，刚才我若不是靠着转职回满血，怕是直接挂了。行吧，我叫江凯，他叫原著，一起组队去目的地吧。谢谢。哇，凯哥，你是因为好色所以才变卦的吗？我想别你。这新一代的腕表真不错呀，能精准定位探险者在鬼星的位置。那是自然，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大部分腕表除了可以用来探测鬼星的各个数据外，越是高级的腕表功能也会越丰富。李教授，目前新人情况如何？我妹妹怎么样了？就目前新手试炼的腕表定位来看，已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你妹妹苏暖暖，我查查，好像在和两个人组队。什么？是胆子小找人组队了吗？我再三叮嘱过他，新人切忌组队，因为新手试炼里人数聚集的越多。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啊。李教授怎么样，查到暖暖的数据了吗？查到了，确实检测到苏暖暖身边出现两只人脸兽。糟了，一只人脸兽就可以屠杀新人，碰上两只，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机会。鬼星上的死亡虽说只是相当于我们在游戏里的角色死去一样，并不会对地球上的本体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我亲眼看着那怪物也一点把我吃掉。怪物跑啊跑啊。但鬼形上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我这就去接暖暖出来做心理辅导。等等，暖暖她好像没死。什么？而且那两只人脸兽好像都被他们击杀了。怎么可能？哎呀妈呀，那是啥玩意儿啊？那好像是人脸兽，快逃！不好，柱子他们敏捷没我高，必会被追上。柱子你们先走。什么？开！走，这里我留下就行。这样被追下去，三人都得死，只能我留下来。看能不能击杀人脸兽了。停！接住！刺中了。不行，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我还没法一击致命。被杀了吗？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凯，柱子，他有危险，我们回去救他吧。我。哎呦，您就是给柱子五图转职材料的恩人吗？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他看起来是人高马大，其实胆子小得很呐。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肯定连战斗都不敢呐。是的，原著母亲，您孩子面对危险时势比常人恐惧，但我发现他有时尽管再害怕，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就绝不会怯战的一刻。滚蛋！凯，你因为我胆子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柱子，我们是兄弟，兄弟就是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柱子能一击打倒人脸兽，虽然造成的伤害很低，但这就是我图的控制力吗？这是凯，坚持住。苏暖暖，你回来做什么？你不是战斗职业呀。我不走，医生已经伤员，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当年我父亲就是在抵御兽潮中因为失去医疗支援苦战牺牲，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我的伤好了。你们还真是不怕死啊。现在就算是三人一起，伤害不够杀死人脸兽。等等，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根基属性。暖暖，你之前说过能提取蛇毒是吧？不是的。那你能做到一边给柱子治疗一边给我的武器敷上蛇毒吗？不知道，但我尽量。只能这样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方法或许能赢。熊精也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但柱子可以。虽然我的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但暖暖是能加工的治疗。这么看，我们三人明显就是游戏中标准的盾奶输出的战斗组合。实力弱又怎样？柱子，给我控住一只人脸兽。
没问题。只要我们三人凝聚成一个团队，到死吧！其实，这算是被称为新人杀手的人脸兽，能与之一战。击杀二级人脸兽一只，目前经验为五点。说，成功了。团队配合果然有效，现在就算是再来一只，我们也能完美击败。什么？传来的腕表数据显示，他们真的击杀了两只人脸兽。可一只人脸兽就能屠杀一群新人，他们三个是怎么做到的？确实，据腕表数据显示，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他队伍里的武徒一级伤害也很弱。这么看，击杀者只可能是队伍里叫江凯的人。可是目前奇怪的是，查不到他的职业。查不到职业？怎么可能？能击杀两只人脸兽，还查不到职业？这新人到底是什么人物？玩家江凯收集二级人脸兽尸体乘二。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没想到凯哥还能急中生智，太帅了！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应该能稳稳的到达试炼终点了。是啊，都可以直接去终点结束试炼了。不急，目前到终点圣耀城的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先不急着去。啊？别担心，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会计算积分，若能在积分榜上排前三，军方会奖励装备的。据说军方奖励的装备很不错，对新人在鬼星的发展帮助很大。现在我们有了杀怪的实力，而杀怪能兑换积分，积分多了就有希望上榜前三。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刷怪赚积分，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你这方法真的能刷积分吗？虽然我一点都不怕，但你让我引这么多鹿行蛇，我会不会人先没了呀？柱子大胆点，你可是武徒，特点是能打能扛，而且还有暖暖能随时治疗我们，就放心去干吧。杀我们没那么容易。击杀三条一级鹿行蛇，目前经验值为十点。因为鬼星上的规则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又因为目前只有我有击杀怪物的能力，所以大家决定先让我单吃经验，好让我先升级以增强实力。这样才能最大化保证队伍的安全。恭喜探险者江凯经验达到100点，等级提升至二级，并触发加倍效果，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杀了一天的鹿行蛇，终于升到二级了。江凯，恭喜你终于升级了。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变了啥。我升级加了20属性点，目前两级，总属性56点，还算凑合。多少？多少？我知道升级只会提升力量、体质、敏捷、精神4项属性，但正常人升级就加10属性点，你竟然能加20？而且二级总属性56点，好像都能和4级媲美了吧？好恐怖的强度！这没什么，职业特性而已。我的职业能把升级之类的奖励翻倍，但要碰上惩罚，也可能会翻倍的。你们记得帮我保密。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感觉这职业很厉害的样子。可恶啊！这么一比，我的武徒都不香了。叮咚，玩家升至二级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但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您将获得2个。啊，升二级会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吗？
那么我现在有两个职业技能。啊，你技能还能翻倍！哇，好强！是的，您的职业技能一是鬼手飞牌，投掷物品时附带20%穿透效果，投掷卡片类物品时，物品卡除外，穿透效果提升200%，但精神力消耗提升100%，技能可升级。职业技能二是鬼眼专注，鬼眼专注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力提升50%，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100%，技能可升级。是两个远程型技能吗？虽然还不懂怎么使用，但看来赌徒是远程输出职业，还挺适合我。好，我现在更强了，我们可以去刷经验值更高的怪了。让这小子装起来了。苏教官，又过2天了，没想到你妹妹居然还幸存着。是吗？新人组队还能存活，看来那个叫江凯的还有些实力。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请立即警戒起来。什么？长官，上头检测到辽国这次又派了偷渡者入侵我国新手区，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你们必须抓紧做好应对准备。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真的吗，魏老？是假的，我也不会来这儿啊。糟了，来自辽国的偷渡者可是专门虐杀他国新手，并一次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因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去帮助新人，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加油，我们会努力的。但辽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他们可以依靠偷渡者的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不要！杀了他！而且偷渡者会使用残忍的手段去虐杀他国新人，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不，不！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要再去鬼星了。他们的目的是让被折磨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从而大幅遏制他国的新探险者数量。可恶！暖暖他承受能力那么差，一旦碰上那帮畜生……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准备吧。偷渡者罕见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所以对于这次新手试炼呢，咱们先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那边怎么了？那边有东西。凯，你干嘛呀？那边我们刚刚走过，明明什么都没有啊。不，在更远的那头有东西。中了，过去看看。明明啥都看不见啊，凯不会是魔咒了吧？探险者江凯击杀二级短刺野猪成一，目前经验值为199点。凯，你有鹰眼呐，这么远的野猪你都看得见。而且都能击杀二级野猪了，没什么好惊讶的，这都是托新技能的福。是否收集短刺野猪尸体？乘一，野猪短刺乘19，短刺可做武器。是。目前职业技能鬼手飞牌，增加了我投掷物的伤害，而鬼眼专注，则相当于叠加了望远镜和慢放的特效。让我的攻击能打得更远更准，也就是说我现在能在远距离，在低阶敌人发现不了我的情况下把对方狙杀。好了，我还差一点经验就能升3级了，先去别的地方杀怪吧。我都还是1级。
队长，咱们二队运气真不错，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了点心。那现在咱可就有了玩。咦，你们是什么人？别怕，孩子们，我们不是什么坏人的，我们只是想拨开你们的胸膛，把你们吊起来放血风干，或者把你们剥皮后引来人脸兽，把你们慢慢舔舐而死。总之，这次上头的目标只有一个。这个人是？就是要你们圣药的所有新人都无法通过试炼。看，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什么？我还探测出他们等级都在三级以上，其中最高的甚至有五级。人多就算了，居然还有五级探险者吗？我现在的族属性顶多和四级探险者对抗，但是想要对付五级，除非我能。兄弟们，开始享受吧。可恶，只能那么做了。柱子、暖暖，你们俩一队，我们先暂时分头逃跑。啊，好。哎呀，这么快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圣药人都这么怂吗？过去两个人把那单独逃走的怂货杀了，剩下两人留给我们大部队慢慢折磨。是。嘿，这小子跑挺快呀。但马上要被追上喽。那小子人呢？嘿嘿，小子，你是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吗？好兴奋呐、啊！等我们找到，一定先把你的腿砍断哦。来了，这小子还想反抗，但垃圾新人的攻击，我随随便便就能防下。啊啊喂，你人怎么飞了？你没事吧？死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哼，一击就死，这就是偷渡者吗？好像也没想象中强啊。你不是圣药新人吗？你怎么能杀我三级队友？等级二级，力量小于等于十。体质大于等于十，敏捷小于等于二十，精神力小于等于二十，防御零，暴击率不明，暴击伤害不明。什么？三级总属性才45点，这新人总属性在60点左右，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居然真的成功了。我堪比四级探险者的总属性，果然能击杀三级的偷渡者。刚才我提出分开逃跑，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方便我击杀。因为我现在距离三级还差一点经验，据之前在地球上了解到的，只要我击杀了探险者，就能。您成功击杀探险者，可拾取被击杀者腕表，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目前您击杀了两名三级探险者，每人可掠夺100点经验。您掠夺多少，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果然可以掠夺经验，而且击杀探险者的经验比杀怪多那么多吗？那我要掠夺他们每人100点经验。好的，恭喜您升至三级。终于三级了，现在我总属性有76点了，顶级的偷渡者估计也才60点左右。现在我终于有回去救柱子他们的实力了。一个武徒，一个医生，呵呵，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两个圣药顶级之友。如此优质的职业，咱可得好好折磨死他们呀！
柱子还被两个偷渡者追杀，他真的还会回来吗？不会，一定会的。虽然凯他平时在追女生时老临阵脱逃，但要是碰上他朋友或亲人面临危险的时候，那么无论是多么绝望的情况，前戏做完了，去把他们的皮剥了吧。是。阿斗，一定会出现。这短刺！我就知道，凯会回来的。嗯，谁？谁在那儿？是刚才那偷跑的回来了吗？有种出来和我正面对战！出来！看不见，根本不知道在哪儿。难道圣药是诞生了什么像偷渡者一样能进入新手区的新职业吗？若是这样的话，跑，必须跑！偷渡者队长要跑了！怎么了？我兄弟还想走？命，我留下！偷渡者全解决了，暖暖，你们怎么样了？凯，你终于回来了。可是，柱子哥他伤得很严重，我已经治不好他了。凯，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但这次我可能没法再跟你们走下去了。凯，暖暖。和你们的冒险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接下来你们就带着我的份儿努力的通过试炼吧。柱子哥，柱子，你在那叽叽哇哇叫唤啥呢？行了，我故意留了六个偷渡者大餐没杀，你们俩快补刀掠夺经验，升级了就能满血复活了。对啊，鬼星上是能通过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的。啊，还有这招，那我刚刚岂不是白申请了？就知道你小子在故作矫情。总之刚才这帮偷渡者折磨了你们是吧？那你们现在可以在补刀的同时反手折磨回去，告诉他们什么叫天道好轮回。嘿嘿凯，这样不太好吧？不好吗？在咱圣药，这叫回礼，这可是一种传统美德。OK， 是美德呀，那我可得狠狠地彰显美德了。这帮人是什么恶魔呀？你们不要过来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刚才圣药有个新人，反过来把我们全杀了。他比我们还残忍，我经验被抢，还降级了。这什么情况？偷渡者们能被虐成这样？难道圣药出现能对抗偷渡者的新职业了吗？不好！从刚刚暖暖腕表查获的数据来看，暖暖他们小队肯定是遭遇偷渡者了。什么？难道不会已经……从来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下逃脱的。准备好他们的死亡心理疏导吧。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根据数据显示，暖暖他们遭遇偷渡者后，不但没有死，反而还升级了。什么？怎么可能？碰上偷渡者不死还升级？难不成偷渡者是在帮他们杀怪吗？不，暖暖要是升一级，我还勉强相信他是刷怪升的。但数据显示，暖暖一下子连升两级。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暖暖他们杀了一群偷渡者？这不可能！局长，快给我看看暖暖小队的数据。是。这居然真的三级了。
果不是击杀了偷渡者，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升两级。不太对吧？暖暖是非战斗职业，但武徒前期伤害也不高，难道偷渡者都是那江凯打残的？这也太夸张了。我直觉告诉我，肯定就是那个江凯，但他等级职业不明，这怎么回事？我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了，探险者去鬼星都需要一个腕表，用来在鬼星上探查必要信息。在江凯用的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在十几年前就停止维护，不再更新数据了，所以我们很难查到他的信息。什么？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用初代的老古董腕表？哼，有意思。去给我搜集这个江凯全部的现实资料，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什么人物。是。厉害呀！没想到我还真的靠升级满血复活了。没想到我也。而且我还获得了职业技能旱地践踏，现在我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了。我也激活了职业技能医者元心，现在我的治疗能力更强了。哼，不愧是武徒和医生的职业技能，一点都不花里胡哨，很实用。凯，你说我现在都比你高一级了，接下来我会不会也能像你一样虐偷渡者了呀？想什么呢？你以为三级就能虐偷渡者啊？我现在都四级了，你们看我属性。哇塞，你小子啥时候升四了？刚才不还是二级吗？哇，而且总属性96点，都相当于八级探险者了。哼，刚才我逃跑时杀了两个偷渡者升三，回到这儿又杀了五个，还杀了个五级的，所以就升四级了。他怎么又逼我装啊？我受不了了。凯，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呢？下一步，我之前听到那个队长说他们是偷渡者二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一队吧。啊！哪来的国际笑话？二队能被几个新人灭队，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就是啊，他们要不退休吧。别掉以轻心，上级既然说了这事儿，就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也得提防着点了。防啥呀？新手区封顶也就五级，而咱们队都是五级，在这里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是。不是吧，凯，你确定要打九个五级偷渡者？要不我们还是走吧。别怕，以我现在的属性，就算杀不了他们，保护你们撤离也是没问题的。况且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其他新人下手。喂，你。所以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先下手为强。小心，有人。哎，检测到了，是个四级的新人。四级新人到了这个地方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能升级呀？这没准就是那灭二队的人。哼，不错，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所有人保持警戒，队形追上去，拿下他就是大进攻。不好，偷渡者居然还知道保持队形吗？之前我们定的计划是我先诱敌，等柱子找机会用旱地践踏击飞所有人，我再抓住偷渡者们被击飞的间隙将他们都杀掉。但现在偷渡者队伍拉得太长，柱子如果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这样最后但凡留下几个偷渡者都可能会被他们逃走。不过就算如此，也不是没想好对策，只是想要把偷渡者全消灭干净的话，需要我赌上些血本来引诱了。啊，这小子怎么往回跑了？往哪儿跑呢？你小子是吓得慌不择路了吗？你老子清醒点。哟，还能跑？不行，还不够劲。扒了他的皮，聚集的不够劲。什么呢？
级小子怎么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搞什么呢？我们都是五级，这四级小子怎么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不对劲，队长，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没查清他的属性，但刚才我一直通过高级腕表检测他，我发现虽然他的总属性我还查不清楚，但现在我能查到他的敏捷，我在30点左右。什么？三十点敏捷？你看错了吧？我五级敏捷还不到20点，要是他敏捷跟我这么多，那我怎么可能砍得到他？不对，腕表很难出错，若那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的？很好，我们中计了，快撤！什么？一帮二傻子终于发现了呀，但现在你们的队形都被我骗在了一团，这时候想跑已经晚了。太地践踏，干得漂亮，柱子，接下来就交给我了。一次性解决。天哪，9个5级一下全灭了。凯，你什么变态呀？探险者江凯击杀5名5级偷渡者，一共掠夺2000经验。探险者江凯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终于5级了吗？击杀的探险者每高1级可掠夺的经验就翻1倍，一个5级探险者就能掠夺400经验了。哇，凯，你5级了，听说5级在新手区是封顶了。天哪，你这就封顶了？没什么，探险者杀探险者经验高嘛，我还留了4个残血偷渡者，你们快补刀掠夺经验吧。好的。凯，那接下来做啥？之前为提升战力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现在我刷够了，接下来就换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了，等你们也拿够积分后就是时候去终点了。好的。接下来也终于轮到我刷怪了。大家注意，这里接近终点，应该能刷很多积分，不过越靠近终点怪物越可怕，甚至有新手区 BOSS 出现，我们一定要小心。什么东西啊？是人脸兽的尸体，他们身上好多咬伤，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刚才我远远地看到了这道金光，似乎是有什么金色生物杀了2只人脸兽。金色生物？什么生物能搞死2只人脸兽啊？那玩意儿不会奔着我们来了吧？金色，是金色生物，这玩意儿真的盯上我们了。凯，小心！凯，当心，那东西伤害很高，会咬人，小心被咬。太可怕了！什么情况？什么？这么快的东西居然被凯随手抓住了。啊，你们觉得这东西很快？这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混蛋，你妈谁有卖又肥呢？被你抓住不过是本署的失误。哼，这小老鼠好像不服气呢，那我再放开你试试。你小子放手干嘛呀？那可是咬死2只人脸兽的。没事，他对我来说太慢了。凯，这么快的吗？好厉害。这老鼠好像被我抓服了，都不逃了。别闹，凯，你这是靠手速捉了只宠物吗？也不知道这老鼠能不能驯服当战力，但能白捡2具人脸兽尸体
还是很赚的。你俩差点经验就升四了，咱们快把尸体收了去刷怪，争取试炼结束前让你们都升到五级。小叔叔好可爱，感觉跟凯一比，我这武徒好像啥也不是啊。到了，终于到了，这么多天终于走到了新手试炼区的终点。这位新人，恭喜你通过试炼，我们是新人接引官，欢迎你正式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但可惜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第一了，不过名次不重要，新人能通过试炼就很不错了。长官，我确实不是第一个到这儿的，但你凭什么以为我就不是第一名了？啊，什么？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有这么多怪物尸体卡可是能换很多积分呢，你一个新人能杀那么多怪物？废话，我可是皇家二少爷，未来玄武公会的高层，我来鬼星前就已经特训过了。什么？是坐拥玄武公会的皇家吗？玄武公会可是圣耀十大公会之一，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那恭喜你，从积分看，你现在不仅是这次江中城区域试炼的第一，甚至还能进入整个圣耀国的前十名。好，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儿了，拿下试炼第一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些时间，整个鬼星必将是属于我黄伟的时代。奇怪，按道理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但我们走了半天怎么一只怪物都碰不上，总不会是被这老鼠吓走了吧？怎么可能，叔叔明明这么可爱。什么动静？这是无影狼。糟了，那是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原来我们是闯入了他的领地了。我们被包围了。凯，我听说狼王是新手区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生物，碰上的人都死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儿的狼区数量太多，我一个人还有可能逃走，可柱子他们肯定跑不过，那就只能拼死一搏了。柱子，暖暖，我们跑不了了，只有杀了狼王才可能突围，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啊，好，看我的，探地践踏，控得漂亮。柱子，暖暖，趁现在给我的武器附加陆行生毒素。是。接下来看我的。毫发无伤。这你能击穿狼王的防御？他们来了！不好，狼王指挥狼群发动总攻了！凯，合攻狼王也没用，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行，狼王防御太强了，现在狼群围上我也杀不完。这，谁打扰我睡觉？嗯？那只老鼠咬开了狼王的皮毛，鬼眼专注，这老鼠居然把 BOSS 咬出了一道伤口，太好了，刚才是因为狼王防御太高才导致我攻击失败，但如果狼王的皮毛被破开的话，只要往伤口攻击，狼王的防御就会失效。
有效果。你现在只要继续利用鬼眼专注，对着伤口攻击，就一定能。啊！什么？太医急救？击杀了无影狼狼王。